位观众，各位这个网友，我是台中区龙岩改良场场长陈英武。我目前呢所徛的所在呢，就是伫咱台中县后里乡敦南农场呢的这个花班的第二班。那么今天我伫遮呢，要向各位来介绍，就是讲阮台中区龙岩改良场呢，那么所开发出来的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自组式的喷油的这个系统。咱台湾呢，因为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咱近年来呢咱对花呢的消费呢市场上愈来愈大，啊，个消费者呢拢需要较高品质的花呢来做咱家庭哈这个装饰用啦哈。要生产高级的品质的花呢，那么伫这个温网室内面呢才会当生产出来。伊的这个好的品质的花呢，的比例呢加真高，所以目前伫咱中部地区呢，那么花业的发展呢，会使讲非常的进步，所以大多数的高级花呢嘛拢伫这个温网室内面在生产。但是伫这个温网室内面呢生产高级花呢，嘛我嘛发现到有寡问题呢，需要来这个解决譬如讲要哪来降低生产成本。因为这个温性呢，伊做价也有较贵，所以内面用的人工呢，那么也不止啊多，所以变啊来降低生产成本。啊，个另外一个呢，伫这个温室内面吼，那么饲料的问题，因为饲料呢，伫种温室内面较有危险性，啊，个请工也比较较困难，啊，个农药呢，变啊来降低使用的这个农药量呢，这都是阮开发这个系统呢。那么主要的这个目的，我目前呢，伫后里乡呢，这个地区呢，有差不多30栋的温网性呢，拢种这个玫瑰花。那么30栋的面积呢，差不多有2家外，差不多一栋要到差不多正分地的这个面积。实施了的结果呢，那么会使讲嘛非常好啦吼。以这种的装备呢，主要就是用这个摩打吼。来连线来这个控制完全来这个自动化来会当喷水会当施药，甚至讲啦，开始讲后面的施肥呢，会使拢用一套呢来使用，会使讲啦非常的方便，啊，佫非常的这个经济这个阮试了结果呢，大概每分地吼会当减少施药量差不多50%。那么成本买当降价差不多50%，啊个用水量呢比人工呢，那么更加省，安尼个拢总算算起来哈，大概一分地的温网性哈，一年呢会当减少生产成本呢，差不多伫个35000块。那么这套哈这个设备呢，那差不多4年呢，那么伊个成本都拢会当回收倒转来。所以也是说是一个目前呢对咱这个花业吼，要生产高级花，伫温网室内面来生产呢，非常有伊迄个功效真受到农友欢迎的这套的这个设备，这套的这个系统吼虽然是真好用吼真方便，但是嘛爱注意吼平时爱好了来这个保养，会当用较久。因为伊这是一个机械物件，佮用电脑来即个控制，控件某一部分呢，有当时小可有迄落人为的缺失呢，有滴话走进去吼，拢爱加减啊都爱即个注意。那么我以上呢介绍到这，那么各位网友呢若有甚物问题呢，那么会使向阮大同区龙岩改良场呢来甲阮来互相来讨论甚至甲我嘛欢迎各位来遮参观对这套的设备有啥物建议呢阮随时欢迎呢，那么各位来向阮这个讨论我以上简单报告到遮真多谢各位。